是德军，俗名耿军，1968年出生，系少林寺31世皈依弟子，中国武术7段，全国10家教练员，孟州市10大杰出青年，河南省优秀青年新闻人物，河南省100家优秀民营科教实业家，焦作市政协常委，济南军区特警特邀武功总教练。1983年，拜于少林寺著名武僧素法大师门下学艺，成为大师的关门弟子，后经大师引荐，祭拜少林寺当代住持素喜大师和螳螂拳一代宗师李占元老师门下学艺。1989年，经省市教委批准，创办了孟州少林武术院，并担任该院院长和总教练，成为豫北地区最大的以学文化为主、以武术为办学特色的著名民办学校。2001年，省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确定该院为河南省武术训练基地。2002年，被洛阳师范学院定为武术教学实习基地。多年来，该院已为社会培养了4000余名文武双全的优秀人才，为公安保卫部门、体育院校和特警部队输送了1000余名特种人才，有300余人在省级以上武术大赛中获奖，26人荣获全国冠军，有30余人次出访新加坡、韩国、日本、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少林武术节、全国武术演武大会、全国武术精英大赛等比赛中，德军先后6次获得少林武术冠军，在中华民间武术精粹大赛中获得象征少林武术最高荣誉的达摩杯。他多次率团出访国外，在国际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成为少林派武术的杰出代表人物。燕青拳起源于唐末，传至宋代时由卢俊义在少林寺加以发展而成。卢俊义收燕青为徒，后燕青广泛传授此拳，故称燕青拳。本套路共53个动作组成，动作轻灵敏捷，灵活多变，讲究腰腿功，弓架端正，发力充足，是少林寺传统的优秀套路之一。预备式，双脚自然站立，呈立正式，目视前方，开左步与肩同宽，双拳抱于腰间，目视左方。
虚步亮掌，斜撤右步，右手向外向前扰环，左手经右臂向前穿出，收左脚落为虚步，同时左手后勾，右手向上架掌。迎面脚，左脚向前垫步，同时上右脚向上正踢腿，落右脚成马步，右掌置于胸前。弓步推掌，右转身九十度呈右弓步，同时右掌向前推出，目视前方。虚步超拳，上左脚成虚步，同时左手变拳向上超出，右手置于左小臂上。马步劈砸，左脚垫一步，上右脚成马步，同时左手翻掌扰环，右手变拳扰环下砸。翻身弓步双推掌，双脚跳换步，双手抡臂收于腰间，左转身九十度，双掌向前推出。弹腿横推掌，左掌收于胸前，右手外抓变拳收回腰间，同时弹踢右腿横推左掌。
倒步劈拳，落右脚跳射左步成弓步，同时右拳下砸，左手搭于右小臂上。虚步跨肘，左手变拳，左转身，双手抡臂半周，左手收于腰间，上右脚成虚步，右拳向上超出，目视前方。转身马步架打，右转身，步随身转，正右脚，上左步成马步，右手抡臂向上架拳，左拳向左冲出。虚步跨肘，起身，右手抡臂一周，左手抡臂一周，收于腰间，上右步成虚步，右拳向上超出。弓步撩阴拳，开右脚成马步，右拳收于腰间，右转身成弓步，右拳向上撩击。